小燕，你死得好惨。小燕，我来看你了。你害死了小燕，还有脸来见你？你给我滚！阿姨，不是我。小燕，我是你未婚妻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不会做这种事。姐姐，你故意约小燕姐去酒吧，然后找了一群未婚玷污了她无辜的心，你对得起夏阿姨和泽渊哥吗？那天我确实和小燕约了去酒吧，可是我因为堵车，我迟到了一会儿。我真的没有做这种事，阿姨，你是个恶人！陆家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女儿？亲戚温柔善良，你却这么恶毒！阿姨，别怪姐姐，她可能是一时上了头啊。我不用你假惺惺的帮我说话，你没有资格做姐姐。阿姨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是吗？我妹妹死前唯一联系的人就是你，还有那几个助手，他们都只认识受你指使。人证物证全部都在，你让我怎么相信？说话，你走吧。真的不是我，还不走是吧？好，那你怎么对小燕的，我就怎么对。我跟你说过，你是怎么对小燕的，我就怎么对你。别紧张，喝点水。夏总，送你来，转给我阿 C 出去。但夏总，需要我教你吗？不要脸上！夏总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你未婚妻，我是你未婚妻。叫夏总，夏总好。爸，救我！又来，你怎么了？我让你们。夏总，哎，你下个月不是要跟悠然都结婚了吗？今年怎么了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你的这个宝贝女儿把我妹妹害死。啊！所以我们两家的婚约就举行了。我没有杀人。你怎么能得罪夏家呢？陆家的脸都丢尽了。夏总，我没有这个女儿，要杀要剐都由你。那陆总觉得应该怎么处理？这种人就应该关进监狱。我马上立刻报警，希望这件事儿不要影响我们两家的合作。喂，警察同志。悠然，对自己汽车副业算是有感觉的。我就是悠然的头。夏总，警察马上就到。很好，夏总两家继续合作。哎，你就是陆悠然吧？夏总吩咐了，让我们好好照顾。子渊哥，我想救姐姐，我一想到小燕的惨死，我就没这个脸面。我恨我自己，要是我当时在现场，小燕就不会死。小燕，欢迎。
一定会找出害你的人。陆悠然，不要撞死他，我要让他残废，生不如死。麻烦夫人，动手。我只是觉得如果被车撞死了就太便宜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？这说的叫什么？你该不会以为坐了三年牢就能还清你这三年犯的罪吗？我今天来只是为了通知你一声，接下来我会一点一点好好的招待你，希望你会满意。你真的不是我。一场全部都在你，让我怎么相信？那你怎么对小燕，我就怎么对你。死了吗？死了。我真傻，他怎么可能会放过我？陆悠然，你这个贱人，一出狱就勾引泽渊哥。照片收到了，我要好好玩他。哎，想要三年前的线索，就过来找我。曾渊哥，我可以这次祭奠小妍的时候一起去吗？我有点想他了。上车。曾渊哥每年祭奠小妍必去那间包间。陆悠然，这次你死定了。这是小妍之前遇害的房间，是你打的电话？没错，你就是陆悠然。是，所以你说的线索在哪？别急呀、啊，坐下来，我们慢慢聊。你关门干什么？接下来的事情需要一点私密的空间。别急，能把哥哥陪舒服，线索自然不就给你了。你放开！你放开我！玩就干什么？玩就挂。泽渊哥，这里面是不是有误会啊？姐姐在怎么？不用你帮我说话，我没有就是没有。悠然，我都不知道我该说什么。姐姐，你对得起小妍的在殿之灵吗？我真的没有，是这个人说他有小妍遇害的证据，所以我才过来的。嗯，是真的，不是你问的。姐姐，突然要有悔改之心了。哎呀，什么线索？你这个女人真会骗人，我根本就不认识她，就是喝了一杯酒，她非要让我到包厢里边，说什么在监狱里面憋太久，想找个男人爽一爽。你撒谎！向泽渊，你撒谎！你真的看不出来？没事，怪我没有考虑周到，这三年让你受了下狱，你都把他伺候好，听懂？怪我没有考虑周到，这三年让你受委屈，你都把他伺候好，听到没有？安涛，夏总，加快摄像记录，把经过拍下。是。夏子渊，我求你别这样，我求你别这样，好好享受。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小妍的事。如果你真的想让他糟蹋了，是不是
后悔自杀。难道我真的误会他了？小燕姑，你放过姐姐，她不是故意的。小燕就是在这里惨死，我不希望姐姐。刘然，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怕你死得太快，太便宜你了。夏泽渊，是不是只有我死了，你才肯放过？刘然，无论你是生是死，我都不会让你欠我的，这辈子都别想找我。别动了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也是奉命。夏泽渊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也是奉命死，我信你。你就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！把你往下走，骂死你！你放开我！夏泽渊，我希望下辈子我再也不要遇见你。自己吞，很好，配合一下，来，对着镜头自己吞。别过来，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语言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记住，不是吃黄，老子今天非要办了。夏泽渊，生生世世。老子今天非要办了。哪个不长眼睛的坏老子好使？老道，这来人带下去。夏总，饶了我。夏总，夏总，杀人犯，这些都是我的事。三年了，到底要怎么做才肯放过？我看你这三年早就被人玩烂了吧，现在怎么这么清高？我看你这三年早就被人玩烂了吧，现在怎么这么清高？慌慌张张的，一起。什么事儿？那边来消息说，还有别人也在跟着陆悠然，好像是夏夫人。哦，看来我未来的婆婆和我们有一样的目标。那既然这样，那就帮帮吧。不要所有的麻烦在订婚宴之前全部解决。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。悠然，刘老板说让你陪他去喝一杯。沈清姐，我来第一天就说好的，我不陪酒。刘老板是我们的大客户，让你去喝两杯酒又没让你少两块肉。这边真当自己是根葱啊。老子踏上的是给你面子，不仅让你赔酒，还让你赔肾。刘老板，在宴市开展什么业务？有机会合作？夏总，你误会了，我怎么敢在您面前放肆？是吗？我错了，夏总。别让我再看见你。
回来。怎么，瞧不上？我出来卖了还这么有缘？夏总，和顾氏项目推进合作的非常顺利，您看要不要去查一下那个姓刘的，让他给我滚出燕市。好的，夏总。